别在眉头深锁，一句话一滴泪已足够。这些年幸好有你陪我，爱过了就不再强求什么。有一点伤痛在我心头滑落，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何。是与非对或错别再说，只能说感情是太过脆弱。是为了我林汤头，你是为了他吧？你这一扑太犹豫，枪子打偏了，伤了你总比死了我好，嗯？否则，他得一命抵一命，这是你那一瞬间的想法是吧？总之，你现在活下来了。是他活下来了，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救我。你是为了救他。如果那一晚是高子要杀我，是高子举枪，你会扑上来，你会奋不顾身地扑上来吗？说话，说话。汤头，夫人都已经嫁给你了，可你的心却没有，你的一颗心还在挂着的。躯壳怀着剑种来到我身边，你真把我当傻子？阿秀，阿秀，来人呐，来人！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！那你，那你到底？他问你，到底有没有被欺负？如果有，你会不会像菊生哥那样为了我拔枪杀人啊？你到底有没有啊？没有。我只是被迫昏睡了几天。那听起来，官家的媚姨娘还是不错的，是他放了你啊？就是因为他我才被关的，也是他灌我喝药的。滚滚！
照片是不是你的？你别想再把他带走。林菊生已经被放出来了，要是见到他，叫他来找我。啊，少爷没事了？嗯，让他来找我。为什么让他找你啊？你们官家没一个好东西。嗯，刚才你不是说我还不错吗？你们要是真为他好，就应该让他来找我。凭他一个人是斗不过林汤头的。林汤头，讨厌，烦。汤头，快起来啊！没事没事啊，没事。汤头，你要带着妹妹玩啊？她才不是我妹妹。汤头，她姓黄，我姓林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走开，别跟着我。哎，汤头，你和妹妹都是娘的骨肉啊。不是，我讨厌姓黄的，我讨厌黄培芸。喂喂喂喂喂，他不姓黄，我才是姓黄的。你头又发烧了？不是什么头，是汤头，林汤头。你干嘛叫那个人的名字啊？他才是个鬼。那是我哥哥。谁啊？林汤头是我哥哥。老板娘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咱们回家吧。车在外面候着呢，老板忙，他就不来接你了。呀呀，よし、やってろ、おごろぞ、今ね、えてて、およ、およ、いね。难过什么？本来就不相爱。哎呀，李老板，李老板，别老窝在这儿，带我们出去走走。对呀，来来来，走走，亲一下啊！来来。李老板，到处是女人，玉天秀，我会稀罕你吗？他在牢中吃苦头了吗？别傻了，那种人怎么会是你哥啊？他就是嘛。是也别认了，那种人啊，不做兄妹也罢。为什么？他又没想找你啊。他不知道是我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走吧。啊。哎，走了。停一下。老板娘，你先回去吧。老板有交代，要直接把您。你先回去。老板娘，小姐，欢迎光临。
药泡汤是吗？欢迎，别嫌他比不上天来泉。没什么人，生意不好。他好吗？我管他死活。他不是已经出狱了吗？人呢？他为什么不顾店？我不知道。你答应过我要照顾他的。我对他照顾够多了，他不识好歹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不能这样。我怎么样了？我出钱出力，忍气吞声的求你求官家，我仁至义尽了。怎么样，开心吗？啊，开心极了。哎呀，女人汤哦，林老板，你带我们到那边去开开眼界。你有没有搞错？那可是天来泉的死对头。废话，女人汤也配成为我天来泉的对头？我就带你们去开开眼界。啊，好啊好啊。女人泡汤，男人看啊。车夫掉头。你要真是关心林菊生，你干嘛嫁给林汤头啊？请你把菊生找回来吧。女人汤是他最后的指望了。先生，先生，进去的先生。我们去抱女人汤啊。还带着伤，连家门都不进就跑到这儿来偷汉子来了。你嘴巴干净点。没你事儿。要吵你们回去吵，别在我这儿。我高兴在这儿吵，这汤馆都是拿我钱开的。站住，现在想走了你还是走吧。站住，谁也不许走。不是想开开眼界吗？都给我留着。大爷可是花了钱买你们出堂的。进去泡。快点。进去。让我走。我不妨碍你快活。你更不准走。少了你，少了快活，买你的钱可比他们贵多了。我不做你的生意，你们统统给我滚出去。做不做由不得你。开女人汤不就是变相拉皮条吗？你这点把式就别在我面前耍了。我不是跟你学的吗？你忘了吗？当初你包下福贵泉看男人洗澡，今天我煲了女人汤看女人洗澡。你们看吧，看高兴了自己跳下去洗也行。走。你下去。林汤头。干嘛？你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一样是卖，人家明着卖，按着痛。我还有伤。你是为我伤的。汤面来喽。来了，吃面吃面。哎，吃面。哎，客官，你少爷。哎呀，少爷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少爷，来来，快坐下，坐坐下，坐。菊生哥，吃碗面吧，我现在下的面可好吃了。啊，汤面还是干面？干面配汤，来碗热乎乎的汤，暖和。少爷您坐啊，我去切点小菜。你们怎么会跑来卖面呢？少爷您先坐吧。吃饱了再说。对，吃饱了再说吧。
干嘛？大爷花钱是看你们这张苦瓜脸了吗？给我笑！你们不就是卖笑的吗？于天秀，你要是再给我看那张死人脸的话，我让你光着身子出来唱评书。再来一碗。原来你们跟他闹翻了，是自己离开的。多添点汤。嗯。其实啊，都是为了我。不关你的事。那女人太盛气凌人了。哎，其实那天晚上，大家心情都不好。菊生，林菊生，走，跟我走。你还敢来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快跟我走。林汤头在女人堂闹事。你是老板，关我们少爷什么事啊？玉天秀他也在。哎，少爷，少爷。哎好。我哥哥，醒啊！别愣着。林老板，我们可不可以起来了？不行。哎呦！你们脏，都给我彻底的洗干净。尤其是你，玉天秀。你让他们走。你要折磨的是我，与他们无关。我爱折磨谁，我就折磨谁。今天要不泡掉你一层皮，让你脱胎换骨，你就别想起来。救兵来了，谁不好找啊？找这么一个窝囊废。把衣服披上。这，你敢动他？大勇，我们上，这里不关你们的事，林菊生是不会让你们帮忙的。那过来，抓住他，上。不会像以前那么傻了，这拳是为我爹的。这是为天来拳的，这是为阿秀的。阿秀救过你一命，为他挨几拳也是天经地义的。哎，别急生，闹出人命，汤馆也开不下去了。对，那俩婊子泡汤的钱
不用找了。跟我回去，要讨饭也得跟我回家去讨。哎，菊生，他们是夫妻，最好别管，别害了他。把你的臭衣服拿回去。街上丢脸丢个够！半个时辰之内你要回不了家，我就杀了林医生，听见了吗？走！哎，哥，你还好吧？不要接近我！啊，你！这种人会是我哥哥吗？怎么了？会的，院长怎么了？哦，好像在那谈了不久了。说的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行了行了，咱们出去玩吧，吃完了好感动。玉天秀，得了吧，路都走不稳，真是难看死了。再难看，也不会比你难看。走不稳，也是我的路，我自己会走。啊，我可是好心啊。心是黑的，我之所以走到今天的地步，全是拜你所赐。你的所作所为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可不是我拆散你们的，问问你的床头人吧，问问林汤头究竟做了些什么。哎，要车吗，小姐？要车吗？坐车吗？啊！哎，坐车吗，小姐？怎么会这么惨呢？那林汤头不是很爱他的吗？你没事吧？啊！我到了。哎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！哎呀，这……
菊生，我托阿德他们传话给你。传了，我不想见你。菊生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菊生，我从来没有对阿秀说过那件事儿啊，是他。不要再说了。失去他，是我的错，是我自己的报应，与任何人无关。但是我不想再提起这件事情，请你把它忘了。啊，菊生，给你。官家姨娘，那件事情我都不想再提起了。你不必拿钱来堵我的嘴。菊生啊，你想错了，这是我的私房钱，是用来投资女人汤的。少来这一套了，你们官家早就跟高子串通一气了，官府跪在女人汤到底有多少暗股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暗股啊？官家的汤工都公然来替女人汤推汤车了，没有官府跪点头行吗？那可是我的提议啊。高子为了你的官司的事儿忙得四处奔波，根本没有功夫顾店。汤公又罢工，他急的是焦头烂额，还要逞强。是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才说动官富贵来帮忙的。其实我是希望高子能安心处理你的事儿啊。这样，干什么？老自己一个人泡汤也不是办法吧？干你屁事！我爱泡，这里没有价达，玉天秀也不在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是老板，起来干活，别偷懒，快！姑娘们，起来干活了，快点，跑步。走，走，快干点，干点。还有你们，干过汤工没有？汤桶没事也要盛满汤，两天不进水的话，木头就裂了。去盛汤，快。少爷，是少爷，走，走，快走，走，走，走走的。阿德，你推着汤车，先到万花楼和百春堂去。妓院啊？就是妓院。那里的女人最多，先免费送她们泡个十天，让她们泡出瘾来。哦，还有，你要分装小壶汤，送哪儿去？酒家吗？送到全福州的中药铺子，就说女人汤专治妇科病，用我们的汤做药引子。好，快去。嗯，菊生哥，那我做什么啊？你就跟着阿德，盯紧他，免得他在万花楼里迷了魂。喂，走吧。真烦。哎，你也别闲着，跟我来重新拟定业务计划。快啊，发什么傻？哦。我给你端了汤来。怎么样啊？你没事吧？
站住！哎，过来。老板，怎么了？夫人一直在吐，什么也不吃，叫我端回去啊。倒了喂狗去。这倒了喂狗。是。楼十五桶，万春堂五桶，同济德药铺十小壶，善鱼堂十二壶半。哦，算了，这半壶就算了。什么叫算了？啊？善鱼堂那半壶是什么意思？你没睡呀？那半壶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季老板说，半壶就算送的，不收钱了。这家半壶，那家半壶，加起来就是损失。哎，我们的生意现在还没有坐稳，你敢去追那半壶的钱吗？那就想办法让生意坐稳。张什么？你怕我会碰你呀、啊？你想得美！你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，我会碰你？下来，下来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什么主意？你不想要这孩子。你不吃不喝，想留掉他，然后走人。你说过我是自由的，生完这个孩子，只要我想走，我就可以。你做梦！是你亲口答应我的。我亲口说过的话太多了，你怎么不每一句都记着？你怎么不记着？我跟你说过我喜欢你，你怎么不记着？你要好好的跟我过一辈子。我都记着，跟你以后，我从没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。那是你还来不及做。你人嫁给我，心里还想着他，待到机会你就会走人。我告诉你，没有那么一天，永远不可能有。于天秀，我这辈子好定你了。季老板，善鱼堂是大药铺，客似云来，每天内煎外送的汤药不断。不如您和女人汤长期合作，
您固定用我们的汤，价钱绝对公道。每月女人汤再奉送您十壶汤。十壶？是，就是十壶，免费奉送。以前那一壶半壶的，我都不好意思送出手啊。听起来是不错，可是大家都知道，要做引子来调药，那还是天来泉的汤最好啊。天来泉是好汤，可价钱也好啊，一口泉一斗金，长期下来可不是小数目。哎呀，这恐怕对天来泉不好交代呀。季老板。哟，林老板。季老板，您忙着，我的提议您斟酌啊。那好，我再想想。好。啊，林老板又来替林夫人拿安胎药了吗？啊，吐得厉害。哎呀，头胎是这样，您派人来说一声，我们煎好了给送去就行了，还劳驾您亲自跑一趟。哎呀，这女人要是怀了孕呢，就娇得不得了。不但要我自己亲自来拿药煎好了，还得亲自喂到她的嘴里才肯喝，不然她就不喝。你说这麻烦不麻烦？林老板疼老婆嘛。他来干什么？嗨，拉生意。她怀孕了，她怀了她的孩子，她是真的打算跟她过一辈子了。你错了，我爱她，就冲着这杯热的深茶，我也会努力的去爱她。你又爱上这种人，为什么？你又为他生孩子，为什么？你脑子有毛病吧？你派福贵泉的汤工去帮女人汤，你问过我吗？你娶了我官家未过门的媳妇，问过我了吗？为了玉天秀一个女人，你要帮林菊生去创业？哼，那破鞋我才不稀罕呢。你说谁是破鞋？除了玉天秀。你说谁是破鞋？你再说一遍。来人呐，关路，关路，关路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娶玉天秀，玉天秀也不会进你家的门，迟早跟了林菊生。你要是再糊涂下去，小心弄个人财两失。区区一个女人汤就把你吓成这样，哼，你上不了台面。看见了吗？你们家的汤工在帮别人推银子，肉头。这种局面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是那些百花楼、万春堂、偏门里的女人来光顾。哼，这种生意，我福贵钱还不稀罕。来。媚姨娘要常来我们女人汤，没问题，我会天天来的。太好了，我就喜欢这儿。贱女人，还是你。你慢走啊。张家大户，半年。李少奶奶，一年。同济德药铺，两年。庆仁堂药铺两年。菊生，你可真有本事，
把生意都给拉住了。嗯，善鱼堂药铺。菊生，这善鱼堂可是我订的第一个长约，你怎么给划了？我去退了。退了？这善鱼堂可是大户，多少家都冲着他签约。退了就退了，你别再多问了。林菊生，你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我绝不依你。你不会想知道的。我就是想知道，你说。阿秀怀孕了，安胎药都是善鱼堂的，我要他用天籁泉最好的汤做药引。她怀孕了。居然让她怀孕了，还替她进补安胎。喝了它。我不要。不要。不要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有任何真情。求求你把他打掉好吗？他现在还什么也不是，我求你了，高子，我求求你，我答应你，这辈子我只娶你，否则我将终生不娶。即使你不能生孩子，我也绝不和其他的女人生。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的。他怎么可以？他怎么可以？他答应过我的，我要杀了他。
舍的眼泪，也让你失去。